会赢的。 沿着辅助线靠近左侧。
保持冷静，紧跟速度线，稳住过弯。
跟对辅助线，保持住优势，加油。接近辅助线，再向左靠近一点。向右靠近一些，跟着辅助线走。
让我心跳加速。紧跟他，我们会超过的。辅助线是进入弯道的好帮手，要跟着他们。